has a place. The Russia story.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. The code news. Decipher keywords. Be informed. Be a master of many tongues. With me. Vince Storniolo says his neighbor, Sean Willis, is always festive, decorating the house and dressing up in the usual costume, a ghillie suit, a camouflage-type bodysuit covered in leaves or straw, much like this one.美国加州San Diego一户人家在万圣节当天，南屋主是一如既往的盛装打扮，身穿ghillie suit，手持用南瓜雕刻而成的jack-o'-lantern的灯笼，结果一不小心，灯笼着火，这火势迅速烧到了这一身全部布满了干草还有树枝的ghillie suit上。那虽然邻居是赶快用水管把他这个男子身上的火给浇熄，但火势是太大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结果男子最终还是遭受了2到3级的灼伤。那这件易燃的ghillie suit 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英文解码不予破译。Ghillie suit 吉利服是一种特殊的伪装服，外观类似灌木丛，一般是用网或者是布制作而成。那表面上是缀满了叶子还有小树枝用来迷惑对手。那最早是由苏格兰的牧羊人牧童他们来穿戴，专门是穿了之后呢，躲在草丛里面去伏击那些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却毫无察觉的偷猎者。 例如狼，那吉利服第一次出现在战场的时候是在1899年的南非，当时爆发了第二次的布尔战争。在此期间，有一个苏格兰的贵族叫做罗伯，他成了一支拉沃特的侦察兵和德军的狙击手，这个对着干。那这一个侦察兵呢，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穿了吉利服，让他们能够有效的接近目标，能够观察甚至远距离的射击，结果力挫德军。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在苏格兰的神话里面有一个叫做ghillie-doo的一个精灵守护神，他们住在深山里或者森林里面，身上穿的就是由树枝、树叶、青苔所制作而成的一件衣服，因此这个ghillie-doo就是今天 ghillie suit 吉利服的名称来源。那早前有一条消息挺有意思的，有一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，他就身上除了一件吉利服和一双军靴之外，下面是全身光溜溜、一丝不挂，结果呢，他就成功的偷袭，偷偷的跑到了这个。 目标的身边，那有媒体就问他究竟他的成功窍门是什么？他回答：ghillie suits make people feel like they are invisible。吉利服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形同隐形。